烦欸，你差点吓到我了，去死啊 ！OK OK OK， 我们变强了，我们不会死的。呜呼，斧头帮又来了，如来神掌。OK， 有点 GTA 的感觉哦。模式啊，模式啊，但是世界还没有 GTA 那么好。GTA 真的做的蛮好的。我们昨天玩有已经有剪成精华了，那如果你们要看完整的，就可以去那个副频道看。啊，你去看，你去看，你去打，去打，打喽。刚好我等一下去吃东西，我也有点饿了，好吧，我们赶快把它破台，赶快去吃饭吧。Let's go， 我们要冲过这个平台了。咻！哦，好，没事没事。刚刚他们是这样子，他们是被那个黑暗魅影所控制的，不过也没办法活了啦，所以因为我们把他打死了。哇哦！农耕机啊，撞死你们这些王八蛋！哦，破了破了破了，这还可以走吗？我们开旁边好了，旁边可以开吧。啊，糟糕了！啊啊，干嘛？你们几个干嘛？不怕死的家伙！啊，这也不能开啊，他不让我开了啦。所以剧情是设定好了，去死！欸，车子坏了。我看到阿姐很认真时我会笑。哇塞，怎么这么多？哦，差点就被断头了。去死吧你！干嘛想从旁边偷袭哦？哇，中了！这么准，你可以去夜市套圈圈了。好慢哦！你去死！我开好久，欸，大概快一个小时多了吧，快两个小时了。阿姐创世神什么时候可以一起练习？可能要再约时间，因为我现在我明天就要去那个中部工作了，所以我其实能玩的时间大概都是在礼拜四、礼拜五、礼拜六吧，比较多了。哎呦，那台巡路车怎么又跑到这里了？又怎么了？又怎么了？来了，又汽油桶！哇！哇，好痛哦！哇，轮胎也来，先跑好了，先跑，先跑。什么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 ？What the hell？ 哇啊！我快死了，快死了，快死了！不能死，不能死，我们不能死，很难，死了，死了。我应该要躲起来吧，慢慢把那个慢慢延伸我的东西。我住中部哎，真的、哦，没有，我那个。礼拜一二会在那个彰化跟台中工作，所以我礼拜一二其实都不会有影片这样子，都不会更新影片，因为要工作关系。来来了，先把它照破，快点！我先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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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先躲回去，先躲回去。哇，轮胎，轮胎，轮胎！哇、哦，还好还好，来得及破它。各种死法，真的。当我们死在一起，好吧，轮胎破了，还有吗？又是雷神锤，变雷神斧，很恐怖啊，好不好？干嘛一直闪我灯啊？都快瞎了！又来了，又来了！我的 ，What the hell？ 峰回路转，快跑！躲在车子旁边就对了、啊。轮胎来了，轮胎来了！哎呦，哦，还好还好，来得及闪过。OK， 爆了爆了，还有吗？我看到你会笑，但你也要认真。有啦，我很认真，好不好？我已经很认真到我不会死了。不过刚刚有死一次，好不好？又有，哇塞，太多了吧！冰箱都来了。哦，好，没事没事，好没事，继续走。什么什么？汽油桶先，汽油桶先。你想要这把手电筒、哦？你应该说，我希望不要发生这种事吧，对不对？啊，这样怎么走？走错边了，差点走过去我就死了，好不好？
这个冰箱应该还会动吧？我猜。你看，这剧本根本是哈，车子不会再动了吧？快快快，赶快跳过来，设法通过黑暗附身的物品。就是你们。哇，两个两个，哇哇！先跑先跑，我们慢慢通过就好了。哦，轮胎你还不死？不可以躲避车，躲进车吗？不行不行，我开台都是比较偏向礼拜四五六，哎，不要诅咒我死好不好？呜呜呜，冰箱冰箱冰箱在哪里 ？OK， 没事没事，冰箱呢？冰箱在外面，应该没办法过来吧？好白痴，我自己摔下去了，声东击西。好了 ，OK 了，我们继续往前走，没事，好不好？我不会死的，连怪手都动了，这太差了，夸张了！哦哦哦，啊，过来哎！啊，车子把我围住了，我必须找机会把它用晕过来。哇，好痛哦！惨了惨了，真的被你说中，我快要死了，破掉吧你 ！OK 了 ，OK 了，好吧 ，OK 了。这应该是这里的大 boss 吧？很高兴见到你，耶、yeah, ！我们看到光明之灯了，好吗？可以恢复血量了，对不对？没有死嘛？走，又有了，前面又有了，来啦来啦来啦，撞死你 ！OK， 帅，成就解除。撞撞撞撞！哦，我们不要管太多了，这个撞太多人会死，好不好？啊，糟糕，车子坏了！车子坏吗？车子没坏，先撞死你，好吧？撞死你！哇，卡住了！啊，我真的……啊，可以，这里还可以走，这里还可以走。哦呦，连车子都动了！赶快开，赶快开，赶快开！哇塞，要前往这个湖还真是不简单啊！我妈问说什么电冰箱飞什么的，没办法，那个冰箱真的会飞啊！赶快进去，赶快进去，这光明之事吧！哇，车子来，车子来了！哇，哇，好危险哦！这里还有一辆新的车，先把那台车搞坏，搞破坏。有啊，我有驾照啊！我先去把那台车破坏掉了，不然我觉得等下车会被它撞坏。电电电！我操！又有人，去死吧你！只听阿姐说话。哦，又是雷神斧，是不是？等下把我车给砍坏，你就挫赛了。啊，那台车在这边啊，我都照他的灯就好了。啊，他再也过不来，快爆！他快爆！他快爆！拜拜 ，OK， 哎，这样我也被杀。刚刚过来就没看到这么多人，怎么现在这么多人？可以了哈，我们可以看我们的新的吉普车了。各种动法 ，Let's go， 赶快去抢救我们的爱丽丝老婆。我几岁了？这个就不要问了，我一定比你们大很多。哎呦，想死是不是？够了够了够了，我们这一次应该可以顺利抵达那个湖了，应该快到了啦。看到这个山，我觉得应该快到了。我等等关台，啥时又开台哦？应该要下礼拜了吧？哎呦，路开始在坍塌了，太夸张了吧！哇，校车校车来了校车来了，我可以闪得过吗？闪得过闪过。哦，过来快点，让我们塞进去塞进去。卡住，技术不太好。没事，在那边挡路干嘛？不行了，不行了，又得用走的了。好，我们先走。跳不过去怎么走了？这边，车好吗？什么东西？哦，地上有那个一滩一滩的，我们不要碰到，碰到会流血。当然了，他不是桑托老，怎么会快呢？对不对？一般的小货卡，
OK， 我们尽量不要碰到就好。要通过这个隧道了，这个很像我们一开始来，对不对？第一集的时候，我们从这边故事就从这边开始发生的。那我们就是这样往前走，然后故事就这样子，让我们一步步陷入。哎呦，你干嘛？我先丢个闪光弹，各位观众。啊，好痛！拜拜，死光光，死光光，没有死，没有死。我知道你们现在很想看到我死掉。打算玩到几时？大概这个章节破完，我就会先关台了，因为现在已经7点多了。如果等一下有时间会开，我会在那个粉丝团公布这样。所以你们如果有想要那个，哎呦，好痛好痛！如果你就之后有想要看的话，就是可以先加一下粉丝团，我会在那边说我会开台这样子。好痛哦，好多哦，丢个闪光弹快点！我只要先闪过这一集，拜拜。还没死哦，太久了吧你们。OK 了 ，OK 了 ，OK 了，被发现了。不会啦，刚刚差点就死了。OK， 继续拿，继续拿，散弹枪什么都有，什么都有，什么都有，什么都不奇怪。哦。哎呦，好近哦，好近哦！去死吧你！阿姐，我妈妈说今天可以过夜看你的台，为什么你们都不用上课吗？明天不是礼拜一了？拿起原稿，我们看一下。黑暗魅影的足迹。巨斧湖底是个坟场，里面的东西都是巨斧湖在过去数十年以各种方式取得的。黑暗魅影苏醒时，把这些东西带了上来。他把腐烂吸饱污水的旧船丢在这里。把很久以前坠毁的飞机残骸丢在那里，树木在撞击下受到伤害，地面发出吱吱咯咯的声音，但黑暗魅影完全没有注意到。我不想看你死，因为我想笑。其实我也是不愿意死，好吧？那死真的是逼不得已的。来吧，运动会补假哦！对，最近还蛮多人都运动会的哈。阿姐安，我玩的是这个《心灵杀手》Alan Wake。这个之前很便宜耶，之前好像只要不知道多少钱而已，然后那时候就有买起来。我们往这边走，我记得我之前来就没有这么远了，这次来这么远，然后度过这么多重重的关卡。这里有一台新车嘞，星期一学校放假，这么好。可有的学校好像都是补在断考，对不对？补在断考之后才放假啊，有的是就可能这礼拜就放假，阅读，所有访客均需与废车场管理员联络。你必须签下弃权声明才可以进入，好吧？先不要看了，太复杂了。有人，有人，有人 ！What the hell？ 哇！又丢，又丢！哇塞，这是小李飞刀了！拜拜！从哪边来啊你？又丢，闪一下。每天放假这么好 ，OK 了，猎枪弹药，四处搜索一下好了，姐姐放手。保温瓶太好了，保温瓶，我们不知道已经收集几个了，我们继续往上走好了，这有个开关呢，打开可以干嘛？还有人。去死吧你！又冷又冷，我听到脚步声。什么叫我放打架了？打架是什么意思？被附身的人说我差一点就可以杀死你。不会啦，不会，我们现在已经变厉害了，吧？我们不可能永远都这么弱嘛，对不对？永远都一直被杀死。摆这个是干嘛的？还可以把它撞歪耶。我们现在走下来了 ，OK，Let's、okay, go， 继续前往我们的巨斧湖，对不对？巨星还是巨斧？这是个恐怖游戏，算了，算恐怖游戏了。然后它的 DLC 是那个叫做《美国噩梦》，美国噩梦，好吧？之后也会再拍。我们先把这个第一代这个破完。这个听说也会出二代，不过已经很久了，都还没出。哇塞，该不会压我的车吧？
哇，好痛好痛！车子等下坏掉就惨了。哎、欸，又要用走的了。大驾的意思是没有读书了哦，原来是这样子哦。我也没有读书了。那我们看一下原稿，我们的原稿。各种什么呢？最后一次潜水，赞恩挖出他的心，但他并没有死，穿着芭芭拉皮囊的东西，不断低吟着甜美的情话，就像包着糖衣的毒药。他穿上潜水服，解开绑在椅子上的怪物，那东西在他双臂间无力的挣扎，但他紧紧抓着他。他走出小屋，跳下码头，进入黑暗的湖底中，就像一个下沉的光点，落入无底的深渊中。明天可以就开始，明天可没办法哎、欸。对呀、啊，明天是那个。明天要去上班了，而且我明天得把 CT Skyline 给盖好啊，对不对？明天是 CT Skyline 之日，快了，我们 CT Skyline 那个肯定快要完结了。完结之后我会盖那个高雄，好吧？高雄，我们先启动，快点，赶快把这个启动，启动 ，OK， 哎呦，我被谁打？我被谁打？刚怎么听到有人打我的声音？给他起信号枪。攀爬，姐姐要做工，对啊，这个算冒险类型的，冒险类型，冒险解谜，这个应该是人家说的 ACT 吧 ，ACT 游戏。哦哦哦哦，什么声音啊？哇、哦，给我惊一个！推土机，哇，好凶哦，好凶哦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快跳！绕过他后面应该没事吧？好多人，先把这台干掉再说。他快干掉，干、啊、嘛？丢闪光弹，丢闪光弹，闪过，爆炸！真的是超赞的武器啊 ！OK 了，可以了。去死吧你啊！想蹂躏我 ？OK， 没事了，没事了。我们刚刚去开这个，对不对？开这个开关，使用。分开了哦，我们要从这边过去啊！哇塞，这整个天空也太阴暗了吧！我玩的是模拟城市，模拟城市我之前也有买啊，就是那个不，就是后来的那一代。对，他们怕光，他们怕光，而且他们会被那个黑暗给笼罩，他不会压下来吧？我先走，先走，先走。对，我必须把他身上的那个黑暗给照开，这样才可以把他们打死。他算是一个保护罩，这样。你看，你跟我想的一样吧？对不对？小心压死，不会啦，不会。走吧，我们继续前往。哎呦，被人撞到，好远哦！上面还有一个光亮的路灯，他不会蹲下，他被打的时候就会蹲下了。被打完之后还会躺下，因为他死掉了。来，继续往上走。到了，到了，有补给品。啊，这个是紧急供应的箱子。转那么多圈。来来来来，打开。锂电池，好吧 ，OK， go。继续开。哦、我开哪一边呢、啊？我在光明之士告诉巴瑞我的计划，表现的是自己知道要做什么事，但是其实上我不知道我自己要干嘛。哇，武器箱哎、欸！闪光弹。我还得把，我得帮这个恐怖故事写出结局，还得救出我的太太。这里应该是不能走吧？这个主角驾驶技术不好，不是那个车难开哎、欸，这也没办法过去了。Follow， 走吧，往上走。该走的时候还是得走啊，要继续下去了，会摔死啊。这应该不会有敌人了吧？这么狭隘的房间里面，我该怎么出去？这可以爬吗？哎、欸，可以爬、欸，哎，不行。
电。哎、欸，不可以爬、欸，那我怎么出去啊？哦，推可以推。哎哎哎，把车子推出去。没力了。这个游戏有没有好人的？没有，这个游戏都我们就是好人，然后其他的都是坏人啊，还有我们的老婆啦，我们的老婆。有好人，好人就是那个光明之士的那个。这里应该会有敌人了，看到这个我就知道会有敌人来了。先开灯，好吧，以示安全。我永远不会把它交给你。哇，我们的老婆。哦，好凶狠哦！什么东西？好多车哦，太多了吧！吓死人，龙卷风哦！我先站在这边好了，比较安全。来了来了，我就知道你们要来了。啊，我按错了，浪费了一颗子弹。先装填好，先装填好。杀人狂又来了，烦欸你！你过来啊，你过来，我电池很多，不怕你的。OK， 还不死欸，死了啦哦！汽车龙卷风 ，Tornado。欸，这里有保温瓶，我先看看有没有其他敌人，不要进去就被怪扁兽了。这样可是不太好的。欸，又有左轮手枪。哇，这里好多补给品哦，可以换成散弹枪。哦，散弹枪比较好，好不好？威力比较大。我用散弹枪好了。近距离攻击还是散弹枪？首选啊。每个房间都可以进去看一下。这个没有什么。哟，哦哟，哦，怎么了？倒了，倒了，坍塌了！如果我们刚才躲在那边，我们就稳死了。这边有这个，捡，快捡！现在操作这台。哦呦，哦呦呦，先炸他们，先炸他们！来不及，来不及了！先丢一颗闪光弹送给你们，各位官，拜拜！再丢一颗，嘣！帅了，帅了，剩下你了，剩下你了，我不怕了。还不死哦 ！OK， 还有，我要用这个，快转过来，转过啊！不行，他只能到这边，很掉漆耶！我还两个，送给你们了。OK， 直接跳起来。接一下电话。OK， 去死！啊、哦，有没有厉害了吧？没事了，没事了。这个井应该不会有什么吧？哇，之前玩巫师这个里面都会有那个怪怪的。我们来到这边是要再把它推回去吗？没错，真的是把它推回去了，努力的推。好重哦，怎么重 ？OK， 进来了。这里有原稿，我们再看一下发生什么事了。黑暗深处，我发现自己身处的黑暗深处是之前完全无法想象的。这个黑暗不是固体，而且会流动，它是客观上的黑暗，也是个人主观中的黑暗。对他的艺术家来说，这黑暗将是所有的不同，好不好？我感觉到原稿的故事环绕着我，文字和意念漂浮在空中，准备要成为真实的东西了。我派了大军全军覆没，当然啦、啊，我是 Alan Wake， 哎、欸，对不对？如果被你打死，我就不用玩了，对不对？准备推了，来吧。不过你派的人也太多了吧，好吧，可以少一点吗？下去。哦，这么深哦。OK， 玩家已融入剧情。
当然啦、啊、我觉得玩游戏就是要稍微深陷于这个故事里面。我妈不知为什么又不让我看，还是因为我讲话太奇怪了，好不好？一下子冰箱会飞，哦、一下子电锯杀人狂，拿手电筒一个怪物要用一个电池，比较大只的那种 BOSS 级的就需要耗比较多电力啊。啊，卡住了，没关系啊，这个都会放在影片里面，所以不用担心。手枪弹药满了，所以我们现在还可以走哪里呢？我看看，这可以下去耶，啊，下去会不会就不用回来了？我看一下这边，哎，对，真的要下去了。乌鸦龙卷风，什么都是龙卷风啊！哎呦，偏偏的，哎，跳不上去啊、哦。OK， 跳进来了，放开刹车，准备来趟云霄飞车之旅吧。我先准备好。主角跌倒，不小心拿、啊、那个高低差，对不对？没有跳好，他应该要我直接跳到这里面了。而且你看，在冒火花、欸，哎，这个该不会等一下开到一半，这个桥就断掉了？好啦，拜拜，好吧。哦，好多好多乌鸦迎面而来了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要小心天空，要小心地上。咚。先起来！哎呦，你看，慢一点起来，我们就摔下去了。OK， 我们就快到了。啊，还没到啊，怎么这么远呢、啊？哎、欸，要攀爬，按错。然后乌鸦来了，我听到乌鸦的声音了。乌鸦来袭！哇，哦，还好还好，我们反应够快。乌鸦爱你，我不爱他们啊！大军进攻，又要推了，又来，好多哦！这看起来真的很恐怖哎，这个乌鸦真的很恐怖。可是像在台湾看到乌鸦是不急的，在日本不是哎，对不对？还有吗？没有，要推车了，推吧，推吧。不烂了，没事放这推车在这边干嘛 ？OK， 他摔下去，我们要跳过去，跳 ，OK， 顺利过来，又来，哦呦，好多，哎呦，差点走下去，差点掉下去。虚惊一场。OK， 这有个保温瓶。然后呢，应该不是跳下哦，这边，随时要提防一下。走，来了！哦，突然出现在我看不到的地方。差点踩到。哪里？被乌鸦害死啊！怎么还没死？不要这样。OK。哎、欸，我方向搞混了啦。这边，往这边走。怎么还没死？有了。啊！我又按错了，好浪费子弹哦。哦，弄巧成拙了这个。先装，我们有七发，应该还够。先把这两只干掉。去死！哇，我又丢，很爱丢哎、欸。哎呦，后面还有。哇，他拿那个扳手哎、欸，哇塞！去死啊你！哇塞！被乌鸦亲不是好事啊。OK， 过了。进来物质感觉就安全一点了。哦，内忧外患啊，这个去哪里都不对，要赶快离开这边就对了。哎呦，看一下，这个四处还是都要看一下。哎呦，电池、手枪，这个都满了。
好，我们继续往前进。快点到啊！距怎么这么远啊？没事没事。突然太安静，反而很恐怖。拿杯子弹翻。哦，他吓到，他吓到。Happy， 在那边呢，在房间里面。把电视关掉就对了。